市长今天来再来一次吗？不是副市长黄珊珊，台北市长柯文哲亲自出席行政院会。继上一次来是2019年4月25号，相隔一年半，为莱猪议题正面迎战苏贞昌。很平顺啊，院苏院长也说，那既然这个柯市长他是一个专业意见嘛，那就请卫福部跟农委会参酌嘛哈。我跟苏院长说啊，这个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何必搞到整个社会动荡不安？说院会里面气氛很平和，但柯文哲也白话，对苏贞昌下达给农委会、卫福部的指示，能不能确实达到自己的诉求，没把握。谁执政，谁就赞成；谁在野，谁就反对。然后政党轮替，要换的位置，每个都换脑袋。政府也不会，他今天就算要反驳我，他也要提出理由嘛。我看他提出什么理由嘛。追溯北市11月10号就发文，告诉中央该做的事，包含公布源头管理、边境管理的流程图，具体说明边境查验、抽验肉品的检验方式，订定莱克多巴胺的容许量、B 照 Codex 限量标准，落实标示原则、QR Code 科技并用。做一个主权国家，你知道，也不是说完全都全部听对方的，我们还退一步说，我允许你进口，我只是要你标示而已。柯市长于临时动议中去提出相关的建议，其实牵涉到科学标准和卫生专业的范畴。那这部分院长最后也请卫福部跟农委会于会后做回应。市长，你今天跟苏贞昌提建议，你有觉得他还失智吗？和院长碰面，柯文哲少了以往的火气，但听到问话，笑声的含义更胜过言语。过去多次为莱猪杠上苏贞昌健康的疑虑，一天没解决。为了捍卫台北市民的权益，柯苏势必还会有下一次的直球对决。记者简宏琪、魏文轩 ，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捍卫言论自由到底，抢救中天，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，请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